念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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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大学联考也没有那么认真过啊。来的话，我可以休息一下吗？喂，吃饱睡，睡饱吃，你当你自己是宠物迷你猪啊？陪读哪有那么清闲的？爱德华，你睡着了？睡那么熟啊？奇怪，白天睡过一轮，现在又睡，你干嘛？当睡美男呢？既然你想当睡美男，那我就配合演公主好了。我用我的长吻来唤醒。该不会睡昏了吧，爱德华，爱德华，小爱，臭小爱，哟，怎么会睡那么沉呢？你该不会把我当成是抱枕吧？哎，哪有这样的？应该是宠物陪主人啊，怎么是主人陪宠物呢？喂，喂。好吧，这样也不赖，那我就不用念书了。哎，是你让我不念书的，不是我偷懒。爱德华，平时到底是什么眼光，竟然喜欢这头野生动物？是脑袋破洞吗？还是以为自己在拍非洲时期的？这些都是食物脂肪分子，是由数个脂肪酸，包含长碳性连组成。乙肝又结合，我照着读书计划表，
这样才有活着的感觉。没有刺激的人生就像一滩死水。有过几次旅行，周末我在你房间里，我心情再不规律都要你稳定。我们那么熟悉，算不算对未来不单纯想在一起，这样子而已。你先把你的蛇汤跟鳖汤喝完，我们路上讲。我想过这个问题，跟你住在一起，想搬进你。小朋友，喝水吧你，不想喝就回家，不要来乱。你会不会太过分了？你要找他认识吧？找到立刻 call 我，我马上冲过去。我心情不好，全部是因为你。不让我管你，你却管我，凭什么？你谁啊？我爸、我妈，还是我男朋友？这样对你的真心，想要，我可以给你啊。爱情嘛，就像料理一样，不同的料理就有不同的期限。什么期限？食用期限呢？我到底该拿你怎么办呢？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 我也努力把自己藏起来，你干嘛说出来？我不让身边的人担心，让他们觉得我过得很好，我过得很快乐。你心里其他烦心的都不考虑，从寂寞搬出去，跟你住在一起。我没有什么心里，只有对你的真心。不管了，就让我陪在你身边，直到你说期限截止的那一天。这么不提防的。